拄仔才啊，讲到我非常的感动，安尼12月21号，即、這个咱属于所讲的即个特殊的日子吼，我来服务大北门地区的国小。我先来这边吼，咱来用咱车，咱来，我们的目标就是5万块，啊，即、這个5万块就是放伫恁的厨房，北门的即个厨房吼，恁逐个叫用。好，我们12月份的即场。咱就来做大北门地区的国小，就在公餐上面哈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